关注达芬奇专业解盘讲，讲真话为散户撑伞啊！今天走势呢，跟近期差不多。我们看到呢，全天又是一个冲高回落，尾盘又是一个跳水拉回，一天走完又整体跟没走没差别啊。个别指数涨一涨，个别指数跌一跌，总体保持着一个水平位置，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啊。今天银行走得特别好，啊，所以大家关注金融权重的会比较爽，所以这这边会有一口肉汤喝啊。 像农行、工行也都是再创新高啊、呃。那么在去年十二月份听了我们的有关注银行板块的啊、呃，不管是上一波高点还是现在啊、呃，应该都还是比较舒服的啊。然后优质的核心资产呢，它也还是需要时间开花的。它最近涨得比较快，但这个是额外的收获啊。呃，关键是稳中有进，高分红，优质资产又不贵啊。 这些很重要。好、啊，我们来看全整个盘面上证指数的话，今天是三连阳啊，今天三连阳，指数呢，呃，今天一度摸到三千点啊，啊，最终收盘没有能够拿下三连阳，成交量比较小。日 K 线 MACD 的话，零轴下方金叉粘合啊。那我们看全市场啊，平均股价这一边的话，呃，最近呢是持续的横向的窄幅度波动啊。 就上周二、啊、跌了一下，到今天为止一直都是窄幅度的震荡波动啊，围绕这一个六月十一号上下五上下五毛钱空间这个底部区的震荡啊，但现在横盘时间横的挺久了啊，已经不知不觉已经横了五六天了，所以的话大家都听过很久必跌对吧？所以这个横盘呢，至少证明我们在这边反复跟大家强调的，最近多头真的不积极，多头确实不积极，该拉不拉，该涨不涨啊。 所以总是导致进攻夭折啊，包括像今天下午啊，五分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金叉进攻机会啊，也是夭折又转跳水，所以最近呢总是这样子的走势呃、啊，但我的我的理解呢两方面啊，一个呢它客观上去啊确实表现的弱，但另外一点呢，我认为现在这种位置三千点下方。 你说市场有多弱啊、呃？我也觉得不见得啊、呃。我觉得这个地方随时都可以起爆啊，叫一些事件或情绪啊，或者安排好的一些巧合的一些共振啊，把市场的情绪给它一下子变过来。那这是这个市场啊，今天呢，呃，没有太大变化啊，还是在底部去盘整，还在底部去盘整。市场从高位放下来啊、呃，已经两个两个来月时间啊、呃，那大家的激情啊、热度啊，都被消消磨得很差了。 情绪呢，它整体都很悲观啊，但市场现在在底部区域的盘整。那在跌了两跌了一两个月之后啊，大家逢低看多还是逢低看空呢？根据自己观点来啊。我认为这个地方是机会远大于风险啊，当然不做任何的交易建议啊。我们在炒顶呢，也不是想要卖在最高点，卖在最高点只是一个巧合啊。我们只是追求逢高高抛，逢低吸纳，赚中间的差价啊。低买高卖嘛，买卖嘛。啊，那市场呢，其实就很简单，慢磨蹭。 多头表现弱，但有可能只是势敌已弱。而今天呢，盘中有个消息比较比较特别啊，是说上海市政府没钱，找辖区里的寺庙借借香火钱，借一百亿啊。说静安寺借了四十八亿啊，不知道玉佛寺借多少啊。这个消息呢，晚上被辟谣了，感觉不单单是股市中的投资者比较悲观啊。现在在在一个变局过程之中的话，总是要多少受点累的啊。 熬一熬过去了就好了啊，顶过去就好了，关关难关关过啊！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投资顺利啊！然后在我们今天早上资金监控呢，提醒的是资金流入软件科技方向啊，九点三十四分啊，软件服务我们看一下，那软件这个板块其实大家懂的、啊，这板块起来其实挺尴尬的，这板块今天的话涨停板软件板块今天涨停板以上十五只啊，大涨的比比皆是啊。 但挺尴尬的一点，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早上的话，九九点三十四开盘，开盘十分钟以内，大家如果捕捉到资金的流入的话，机会还是比较不少的，啊，但选股会有一些难度啊。然后软件也是今天的最强赛道啊，但这个软件板块其实是我我我点的本质啊。其实今天盘中的热点是什么？盘中热点是一个税务软件，财税数字化，听起来大家就理解了啊。 大家希望的是共度难关，而不是把自己给别人拿去过难关，对吧？把自己给献祭了，给别人用来过难关啊。呃，所以这个这个板块呢，我早上抓它的行业板块了，我就不不不讲它的概念了，软件方向啊。呃，想参与上午的盘中免费直播，第一时间获得盘中的资金流向信息的，可以啊、呃，在抖音搜索“技术派达芬奇”，在主页加粉丝群啊，群里面早上自己十点钟看链接。